火锅要好吃，秘诀在锅底。侨林火锅20年来坚持全手工炒料，践行一个初心，四步炒出匠心，做更醇厚的重庆火锅。一蒸，蒸辣椒，三次降温蒸煮，去杂，降噪，反复提纯，吃了不上火，口感更温和，味道更醇厚。二冲，冲辣椒，沿用传统物理破壁技术冲，更大程度释放辣椒素与辣椒红素，还原食物天然本色，激发食材原生本味。三炒，慢炒，普通火锅用大袋牛油，侨林的牛油是生牛油现熬，再经过20余年炒林大师傅小火慢炒3个半小时。到这一步，底料尚未完成，唯有经过最后一步发酵，底料才算完成人生使命。待火锅底料冷却后，装入侨林特制的陶罐，在80摄氏度恒温环境下，使各种原材料充分发酵融合。坚守20年前传统发酵工艺，让味道更香更纯。侨林火锅底料，从原材料到灌藏，没有一个环节可以怠慢。在快时代精耕细作，坚守匠人精神，方能更纯、更厚、更长远。